手机的销售气势旺盛，预估将会带动供应链的业绩水涨船高。市场认为呢，随着红米机还有第三代小米机陆续放量出货，他们普遍看好包括了友达、夏普、乐金显示器，还有盛华、欧菲光等等业者的获利，有机会会随着小米机的销售量而持续向上成长。